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業的 GasLamp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寶雲道 2B 號的物業寶雲山莊。今天我們參觀的單位是位於高層的特色單位，它最大的特點就是這個超過12米闊的超大型客飯廳。這裡的實用面積2159呎，是四房雙套的設計。站在露台的話，我們可以遠望到整個中環，去到金鐘、灣仔，然後去到山頂和半山所有景緻。那我們現在來參觀一下主人房。主人房這邊一樣都是用了落地玻璃，它有一點線形的設計。這邊的景觀呢，主要是望回去中環那邊。這裡是主人房的套廁，它的設計用了雙星盤，亦都有个超大的浴缸和企缸。这里是主人房的衣帽间，这里是单位的第二间套房，景观是望回去后面半山的山景。厨房的间隔非常宽敞，也都做了很多的收纳柜，因为它够宽敞，也都可以放置双门的雪柜，亦都設有備餐區。另外兩間客房尺數都差不多，業主亦都做了一個built-in的入場櫃，就算你放一張 king size 的床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。如果大家對這個物業有興趣的話，歡迎隨時打電話給我，我是中半山的 GasLamp。